112年1月12日晚间约9点左右，30岁中性男子自驾机车不幸于台九线252公里处发生车祸，造成头部、脸部严重创伤，现场无缘出行抵消，判断失去呼吸心跳，立即请求瑞穗分队高级救护技术员前往现场支援，给予实力及肾上腺素等高级心脏救命术支持，仍于到院后急救宣告不治。